我先开始啊。既然咱们要玩的话，直接上最狠的。你把你最狠的拿出来，帮我比。我得过前列腺炎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之前太焦虑了就得了。该你了。我有痔疮，你没有是吧？你有吗？你肯定没有。美女一般都会有痔疮。我应该也有，我看。我有胎记。啊。喜乐全部会打玉足。行，万帆，你不要逼我哈。来呀。你有穿过我前任留下的衣服？那我这样来。就是身上这件，现在穿的这件就是。我冷静一下。哎，有啥冷静吗？你看我都淡定啊，咱们就主打一个玩得起，好吧？我前女友谈了一个女朋友，谈了个女朋友。对，你这是什么精彩的人生啊！我帮我前男友还过债，那现在为什么对我一毛不拔？我哪儿对你一毛不拔？我对你很大方的，好吧？不要听他乱说哈，女人不要当恋爱脑啊！找你借钱的男人都是坏男人。我追我前女友追到国外了。哪个前女友啊？啥时候啊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、啊？我没告诉你。哎哎，淡定，后面我被甩了。所以呢，原因是什么？我